是Hello， 前任 ，Hello， 俱乐部，乔达叔，好久见。好像很好吃的，你便当是还是外送？三文冰记。Hello， 看头耳朵，谢谢诗人的爱的诱惑。很好吃欸，嗯，我想吃上面那个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格里纳，嗯，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格里纳，格里纳，哪个？嗯，好吃。就可以听他们的魔术旅程小卖绿布。Hello，Hello， 不知道为什么疫情期间不是都在家吗？大家，然后喂，是因为大家都在家吗？对，是吗？是吗？还没吃，才刚开。风舞月笑。春带雨水吹 ，Hello， 谢谢 QK 的枫叶砂糖 ，Hello， 谢谢 QK。你是肉？一样的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是是的 ，Sorry， 卫生纸。什么卫生纸？卫生纸，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没有卫生纸的日子很久嘞。没铺好椅。Hello， 大家吃饭了吗？我正在，很好哭了。龙星空影 Liquid 大冷风冷品君加红 Hello 晚安加红 Hello 嗨女人考大考蚂蚁已经死过来了，是不是要卫生纸？哎呦，Hello， 杨雄，没有从下班。嗯，就是他住吧，舒服的地方。是的。好 ，Hi Sky，Hi 谢谢姐，吃晚餐的，今天这个吃晚餐的，好了再考一次试，可以了，是这样的吗？嗯，不一不知道，嗯啊，只有十分钟而已，好害怕，对。因为很烫，谢谢新鲜柠檬的爱之花火，爱的烟火。安安林果，安安洛克，安安丘比特，六八嗨。
西兰小白兔。爱草莓酱必胜，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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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使黄土豆的酱，还会卡吗？请问还会吗？会的话，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。餐一木花道 ，Hello， 什么便当？这是什么？猪肉、猪排、鸡肉吧？鸡肉，鸡肉便当，不知道，鸡肉吧？那叫什么？鸡里鸡肉，里鸡肉便当，越来越长了。鸡，放鸡排吧。大霸王大大，桃瓦哥，柚子酥圆雪餐，嗯嘛，不六，晚安的，看见桃子，有没有画眼影？不是眼影，跳吗？咦啦啦。对的，直播渐渐吗？酷林 ，Hello， 无吃松摇老沙 ，Hello， 没有错，因为张法不会在这边直播的。嗨，西恩。在谁家？他？对，他家很认真。还好吧 ？OK 吧？嗨 ，Hello， 子慧。Hello King 曼童 ，Hello 一点猫，因为他在考试。我想跳过广告，但我不能跳，我不能跳出页面。不行啊、哦，不行，我要重新啊。还是自动交交，你自动交交。阿杜主义的歌，很重要。也不是讯号特差，只是因为他要连家里的网络，但是他家他连网络的话，讯号比较好的，那个比较好的地方只有钢琴那边。其实钢琴就在那里，超近的。Hello， 傻强，社交距离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洗手，洗手，我的泪流。洗手，洗手。没有，我用我的啊，所以就没擦，就可以在这里。写完了。我听过这个、欸，是你给我的。对啊，一定是、啊。没了。那你去怎么？谢雨草的一封信，下流 ，Hello。对，我们。
们零距离，我们不是零确诊，我们是零距离。哎、欸，不仅破口。没有，我们没有确诊。Hello， 小恋爱。奇怪的角度。谢勇的告白气球，曼博嗨，是不是要卫生纸？你会吃一口肉，然后一口饭，超好吃。突然，为什么？就觉得很好吃啊！你开饭变成味道了。健身卡，我看起来需要健身吗？不是，是因为现在紧张。左手是这个。我们。有个说法是，左撇子都比较聪明吗？怎么会觉得我是左撇子呢？默默是左撇子。好吧，还是有例外的。Hello， 大便哥，又洗又洗，也洗洗喽。少啰嗦，结果有人讲了。青云 MP Hello， 这个没考完呢、啊，啊，有没有考完、啊？完了，很臭，气死！对、欸，太多蚂蚁了吧？感觉。Hello， 大魔王，谢谢小红的健身卡。热了吧？对，还是有例外的。Hello M D T W M V P。哦天哪！饭配两块一口肉。啊！我这饭吃这么少，等一下要还有肉啊，把肉倒进来啊。饭太少，你下一盒啊。这可能没有。有啊。
样不一样。就是有人说，有人说可能是后天努力变成的左撇子。那为什么不后天努力变聪明就好？不一样，一个是看起来是聪明，一个是真的聪明。看起来聪明感觉比较厉害。你果然不聪明。谢谢浪客的许愿瓶，还有幸运四叶草。安 ，hello， 笑笑 ，hello， 阿福 ，hello， 谢谢浪客的一封信。糖糖 ，hello。草啰嗦。张叔伯在看我，看不懂。蜥蜴吗？对，还是蜥蜴。好大，好丑。没礼貌，你太丑了。你太丑了。不想理我。好可给你们看张凡凡的笔记。是恐龙。好可爱哦。OK 吧，看起来很亲人，对吧？你要吃吗？等一下吧。我刚刚咬一口就是。有针吗？有哎。可以好好写笔记吗？那也是图像记忆法，你懂什么？看起来是 Google 断线的时候画的。对，真的。我用 Google， 是 Office。傻眼。嗨，木木木。是上什么课需要画到恐龙？生物学。对啊，生物学啊，历史啊，有没有生物历史？这是地科，地科会有吗？地科不会有。什么东西会上到恐龙啊？遗传学啊，演化学啊。对啊，很多啊。再拜，真的可以画人，画什么人？没有上到人啊。对啊，没有上到人啊。谁生物会上到恐龙？靠大生物演化啊，演化啊，然后就会变成奇怪的生物啊，像是恐龙变成什么、啊？蛙泥啊。之类的、啊，有可能吗？什么网球课？考古学？对啊，考古学也会有啊。我刚刚丢了一只蚂蚁在你腿上，然后掉地板。就欠揍。没办法，蚂蚁太多了。在爬的不是我丢的。不掉。啥？不要。那是吗？嗯，浮生修道，浮生三。Hello， 沙鲁，谢谢剑骨的枫叶。恐龙后面一只长颈鹿是代表演化，可能是啊，恐龙演化成长颈鹿啊，那种那个啊，那个尼斯湖水怪啊，脖子很长嘛。
普通生物学也会带到一点演化。对啊。对啊，现在就是在讲普通生物。对啊，就是普生啊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你自己去查，一定有变成长颈鹿的。网球刻画恐龙，为什么？网球王子都这样演。恐龙演化成长颈鹿，可能有啊，你又不知道，你又不是恐龙那个年代的人。恐龙最好是普通生物，演化。它是普通生物啊，不然什么超级生物？对啊，它是历史生物。它是可怕生物。好吧。它可能很可爱、欸。它跑很慢。对啊，它可能很可爱、欸。它搞不好跟猫咪一样缩在地上，然后才折手手这样子。它是恐龙哎、欸。就可以折手手吧，可以吧？长颈鹿和尼斯湖水怪的关系，就是尼斯湖水怪因为有点缺水，然后就要到陆地上，然后它的脖子就很长，然后就变成长颈鹿。啊，尼斯湖水怪长怎样？对啊，蛮像的吧？也跟那个长颈龟一样很像啊，长颈龟好恶心哦，长得很恶心哎、欸，你长得恶心啊，你没有毛哎、欸，我跟乌龟一样没有毛，对呀，恶心无毛哺乳在古代生物，谢浪客的打 call。原子族就是从长颈鹿演长颈龙演化成长颈鹿再演化出来，对啊，上古生物学。Hello， 请谢谢浪客的爱心小蛋糕。恐龙的折手是物理折手，可能呢、啊？缺水不会叫 Uber， 它要怎么叫 Uber？ 它就没有 Uber 啊，好像尼斯湖水怪很多只一样。尼斯湖水怪只有一只吗？对。它是传说，它是故事传说那种感觉。对耶，它只有一只哎，啊，它不行啦，那它就多长几只嘛。恐龙会不会折手是不知道，会把人身体折起来是肯定的。不会啊，为什么会？秃了。对啊，你讲的很像我已经秃了一样。我有头发，我还有眉毛。我想象看一只猫咪的毛的分布跟人类一样有多丑。它只有眉毛跟头顶有毛。是不是很丑啊？对不对？人真的很丑。可是人就长这样子啊，你不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所以人类在哺乳类里面就是个丑东西、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我蛮好看的、啊。仓鼠家就比较多只。里面我觉得就是世界上长最丑的动物就是七鳃鳗。那是什么？或是八目鳗，不要查那么细。我有一次查了之后，我每次打字它都会。在底下的选项多加一个七鳃鳗，它是深海鱼吗？不是啊，它是河的吧？还是海？我不知道，反正被它咬的鱼都长得很恶心。不要强追人家多几只 ，OK 吧？那酒精呢？有一只就在那里啊，有一只就可以有很多只啊，有一就会有二，有二就会有三。哎、欸，可是喷他们没有死哎、欸。刚刚拿下去那个碗，我喷了超多，他们没死。有吧？没有，活跳跳的。还是因为他们死掉之前就已经先挥发了，有可能啊。有啊，立刻不动啊，立刻就不动。可是等一下就动啊。真的。
Hello， 欢迎战士。Hello， 潘。Hello， 沙鼠。沙鼠不是。可龙，恐龙折手是为了近距离面对面举办握手会。对，哈，不用啊，他们，哦，我一直想到暴龙，暴龙折手也不影响。嗨，豆力，嗨 ，Kevin Run， 西塞罗，哈，嗨，医生推，嗨，伯承，晚安。跟放大的尘螨比起来，还是比较丑吗？他在上课，跟放大的尘螨比起来还是比较丑吗？第一次晚上偷吃宵夜就会有二，有二就会有三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概念。谢谢补充的健身卡 ，Ronaldo， 哈喽。第一次掉头发就会有二，也会有第三根，也会有第四根。有一天你就会秃顶。不会啊，我没有秃顶。我们来研究一下张佛法的头顶。他一脸生无可恋看我，他觉得受够了。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带来台东这样子？好想哭啊！那你不是有吃掉了？吃掉了。嗯。Hello， 六，小一飞鸿积风量，志宏 ，Hello， 我本来就没有很多嘛，对呀，今天是隔离的第四天。Hello， 看路巡洋人好，谢飞鸿的一封信。一人一次，是这样吗？可是我们也没有多的事了。Hello， 肖。你在找神奇宝贝啊？它很像哎，三头龙，九头蛇。可莉在家要一人一次，是啊。可是我们没有多的事，一个人睡浴室也太可怜了。底下还有饭，还有菜。你直接喷在我的脚上，喂！不会啦，我没有动，我还是在长肌肉，肌肉长大。傻眼。那我也在动啊。天天，为什么我比较危险？
才不会，咀嚼练成六块肌 ，OK 吧？不要，感觉很丑。你现在是什么时候直播？礼拜四吗？嗯。六点。嗯。嗯。看都自己。几天没练舞了？嗯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很久了。开始锤。没那么久吧。Hello， 福福猫。Hello， Steven。记得，肯定记得的吧？这要怎么忘记？其实我练过，我不太会忘记，除非是那种已经过了，真的很久，大概两三年，两三年那种比较。弗拉斯，而且 reset 练了这么久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太会忘，要忘也很难。啾，我又没有跳过。Confession 也很难忘 ，Confession 基本上都是 free 哎。国文上一次不需要告诉你们吧 ？Only today 肯定记得的啊。怎么可能忘？Only Today 我都记得了。对啊，而且 Only Today 蛮简单的。一个吻在我心里面。Love Tree 也蛮简单的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动作。哦，对，你有没有跳？大腿，对，就是大腿。哎、欸，主要也不是那个吧。那可以听，跟你一路，那可以爱。比较恐怖的是歌词吧，歌词比较会忘记，歌词好恐怖哦。蚂蚁在哪里爬都没关系，不要出现在荧幕上面就好。烧脑。放鸽肉。有跳过，最近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，嗯，你好像不在。什么的？因为我们那天就在放以前的歌，然后跳这样。这是临时加的。啊。制度。很少人那次。嗯。偷啊，制度的。耶！对啊，我到了净土桃花源。BGM 重复了啦。
人抗议，抗议无效，抗议无效，抗议无效です。一掐迟早会被天的老师揍，为什么？哦，你说他的那些。OK 吧，没有。Hello，Hello， 居然学我说晚安 ，This 太酷了。Hello， 音量好大，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没有很胖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喜乐哥们，不然怎么办？吵死！吵死！我没有很胖，好不好？吃吧。我没有胖，好不好？晚安。什么声音？那个噗噗。嘿。没有，没有。有啊，就没有变呢、啊。他是什么意思？真的没有变，好吗？
からまあいいかまあいいか不开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Hello 盖瑞 Hello 亚马路普我是高云曲不行啊气质意思那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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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前面哪有，哪有，哪有？哎，很难呢。这不行，就手指动一动，请爸爸帮我弹录音。那还真的是很不一样哎。那会长得不一样呢。结果都很难弹完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我只能弹什么样的，因为我就比较偏烂，所以就要找那种很简单、很简单的。这就是一直重复啊，其实。
还没有，因为这首看起来比较简单，所以先弹了这首。Ricky 加朵，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。我本来就会存一堆想弹的歌，侧脸好看就是，所以不能正脸。Hello， 朱里恩小光 ，Hello， 单细胞。好难哦。很烂呢。
再次，再次，谢谢亚麻路图的一封信。啊，谢谢朱莉安的爱的烟火。Again。可以专心上课吗？还想偷偷来啊？他没有在上课啊。他在复习。他在复习。专心复习。休息一下。谢谢。你骄傲的飞远。嗨。弹自首了啦，法法不行啊，就没有那个啊，没有那个啊，不要打扰他，没有谱啊，贵校别无为，耶 ，Hello 燕浩毅，好的。一度的死可恶啊，这里还好啊，这里很热，因为你坐在电风扇的正前方。 Hello 正前方哦，你挡得完美哦，挡好挡满的那种，很爽啊。傻眼。 Hello 暑い暑いんだ，めちゃくちゃ暑いんだ，暑い。法法说的没错，什么没错？他那里还好吗？啊，法法说什么？爽了，反正是法法付电费，就直接开冷气，好哎、欸。不是啊，不是他付啊。Thank you.
也不记得。本祝してあげる。ありがとう。不是法法付电费更好，冷气开下去不行。对啊，眠くなるの？え、これ怖いんだよ。DJ、今天有很黑暗吗？今天外面很黑，钢琴很黑，张爸爸很黑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干嘛？那是什么？写上话。他已经无聊到在玩画了。Piano ならてたの？え、どういう意味？什么意思？てたの？てたの？看起来不黑。Hello Jeff 留言。感觉才不黑。
学姐，还有林杰，那拉的，你是的，到夜的莫拉的达诺的可多啊，我学的莫拉的达诺，それか。多分分かった。多分な。突然想不起来，想起来啊！加油！没有没有，学姐退了，不代表她已经退出三黑了，四黑。谢谢哈柳的健身卡 ，Hello 阿尔法。それな。それな。会不会也造成人工黑洞？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凯撒。あの子供が、うちの子供が最後のそうの勝ったよ。マジ？遊びたいマジで。好きなんだそれ。あのバサラとか。谢谢哈柳健身卡。只有右手，而且只有一个音，没有用。你玩很久欸，那么好玩，好吧，好热，可恶，这家伙，可恶。淘宝的爱的烟火，嗨！对，我被演了。在台东这几天都在演我。或是已读。已读到不行。그러면마지誰ですか？对，严，谢谢当科的真情告白。不读了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
满意思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磨合期没有啦。对，差不多。对，冬天。Hello， 九娃。Hello， 加强。Hello， 奶奶，你哥，谢谢亲的爱的烟火，谢谢补充的健身包。谁呀、啊？誰ですか？カリオさんのインスタにあるですってこと？はじめまして、ヨンク。カリオ说他是战国的后代，战国的人物的后代。是啊。好酷啊！谁啊？不知道，你去。快点去！什么？我又不说战国，等一下，揍他一句！好热哦，好热，真的好热哦。那个，这个，反面，那个，怎么看？外面。在跟我开玩笑。あ、小盒子、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、わかりました、すごいすごい、かっこいい、すごいなんかすごいみたい。あ、他是干嘛用的？通风。通哪？这个房间。往外真的是没有用欸。有啊，上歌超不凉。等一下啦。啊，我要电风扇。这个自私的人，他用一个我有你没有的表情看我，笨蛋。他是自私的人。人类，不要再玩了！刚刚有读书，给我！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吹电风扇。你吹了半辈子。
他直接给我关掉，往内墙后面飞，不是那个，往外关，孩子。有人说往内才要免费啊，往外很贵。往内互打、啊。我去处理它。你不能，你不能这样子！你不要再往外没收。来了 ，Hello， 安德鲁复位。他还有93%，他好棒哦！你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啊？对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你有没有要开？你可以拿过去开啊。我不要啊。对。对，刚刚就是往内裤打的一种，应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金之风，对，但抢不赢啊！他弹的都这么华丽，我抽奖不行啊！他现在看起来超奇怪的。
Thank you.
是夹角，这首是，这首是，其实我有点不确定，但应该是来自《风平浪静的明天》的里面的一首歌，我不确定，应该是吧，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是。我要先说，应该是吧？怎么样？你们要去找是吗？太古早味，欢迎回来，勇哥。哎喂，你等下要不要跟我一起认真？不要发出声音。我昨天先洗澡。跟家教的抒情曲有点像。不是。不然你学 again。啊 ？again。again 是什么？是哈，没什么好听。很难呢、欸。很难吗？很简单吗？谁？不知道，感觉不是刚练的 again 哦，是翅膀。哦。都只有单音啊，一开始。好难哦。很给浪哥监督，那我真的是错到底耶。Hello, Echoman。你来干嘛的？什么意思？耍废的。看得出来了吧？我都背。你走开啦！你回去。你回去。那里有个蚂蚁。那你去床上。流汗，不要互相躺床。你又不会碰到桌子。什么意思？就不会有蚂蚁啦。会啊，我会放到桌子啊，我要写字呢。那你怎么办？自己写啊。不管说什么，反正我现在就是会在这里。你好烦哦！你好烦哦！其实。可以。そうです。皆さんは何です。突然やったチャンス。嗨，芋头，嗨，笑笑。就去不知道干嘛，就不知道，真的是不知道干嘛。
莫名其妙。你是不是说很简单？那就写的很难啊。那你找简单的啊。啊，你又不喜欢弹简单的，然后又一直弹难的，然后又弹不好。弹不好没关系。也不是弹不好啦，至少要弹得出来。对。但你就是没有弹完嘛？你是不是关掉了？我不会给爱丽丝。没有吉他，毎日何してるの？ピアノとか、寝るとか、携帯遊ぶとか。ダメだな私。ザハリューさん毎日何してる？我。そうだね。でも家に
Pretty nice。Thank you。
吧，我不是看谱啊。而且我其实也学了很久，就是我整个下午都在学算这些。我姐姐家还要大了，台北那个，台北姐姐家还要大了。Hello， 阿发多爱杜卡拉马达伊呢？我要到麦了 ，Sorry。感情很好，我们默契是零哦，对吧，张法？他点头了，对吧？他现在没有空理我。也不错吧。请谢谢。
记，哈哈，什么擦灯记，可能是不太会哦。造成画面暂时全白画面，请您见谅，没有这个东西。还对我现在很热，他也很热，你看他把袖子卷起来了，对吧？对。Hello， 小雨。对，我就胖，怎么样？跟曾法比起来，我就胖，但跟你们比起来，我可能还蛮瘦的。哎呀。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子就讨厌我吧？我脸很红，我脸很红吗？嗯。你没有看过？嗯。真的吗？嗯。你敷衍。要不然我妈说什么？敷衍怪。彩虹呗，我就胖了。这个番茄。我也很红啊。你没有啊？里面看起来很红啊。哪有？有啊，红红的、啊。就这里没有啊。哦，手机。哦，手机。手机有自带红润效果。跟我们比你还太难。谢谢 Hello CQNK。喂他喂不饱啊，喂不胖啊。
欢甜的，没有不喜欢，没有那么喜欢，会腻。好久没有吃蛋糕了。我今天有没有想说要不要中午早上起来，然后去买蛋糕的食材，然后下午你就可以做蛋糕做完直播。吃过，我阿嬷花了多少年想把我喂胖，全部都是徒劳。混蛋！给我回到你最胖的时候，拜托。那你最胖的时候是怎么长胖的？不知道，就发育期吧。也是。那你可以一直吃啊。不行，吃不下啊。吃啊！吃不下、啊。你要唱歌的那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是那个啊，知道啊，那个看到名字了，好听，舞团，啊，不是吧？我有吗？我有，可是我都比你的大，为什么？你比我玩大，为什么？就是我没有那么一个动的，你看哪里？这里啊，这里，对不对？是疫苗的地方吧？对啊，可是你的一个洞，你的好一个洞。弹感觉会弄断手指的前本音。可以吧？哦，弹这个，到底要弹哪个？这个，他们讲的这个，我说这个，在弹琴，伊莎贝拉斯。拜拜。
拜。很多条线啊。
晚安。